成为三月二十七号是星期几？是星期一。那天是我的生日。是吗？你今年多大？十五岁。我是星期一，是你是放日还是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谢谢。你喜欢吃日本菜还是韩国菜？我是美国人，可是我喜欢吃韩国菜。好，我们是韩国菜。星期一几点？八点半，怎么样？好，星期一晚上点，再见。